又要躲在这儿。在在。哦。Hello, hello. Take out your money. Take out your money. 我操！Oh my god! Take out your money. 我没有钱，没有钱怎么办？我给你看。你必须给我点东西。等我一下，我有这个。什么呀？这个是眉毛color 颜色 change 的，改了动作。你嘲笑我没有眉毛？我真的我。上回你想认识你很高兴。许天琪认识你很，我当希望许天琪的。你会说日语？我不会，我就会这一句。我听化妆老师说，你学中文特别快，你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说成现在。成语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是我们中国的特色，是四个字的。比如说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我想学习对我的粉丝可以说的一直谢谢的意思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，什么意思啊？感谢 everything 的 meaning。Yeah， 是这个。Liar， 高兴高兴，王先生高兴。跟你合唱过？合唱啊，永不是恋爱嘛。我给你唱了个和声，什么？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我想听到我的。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，相信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你唱错了。进入这个房间之后，你们就要接受金木水火土黄六项考验中的一个，两个人选一个代表。好吧，好，可以 ，OK， 看一下。忘记我说到土，你想到什么？长沙的乡里边。什么呀？乡里边。乡里边。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很土啊，形容这个人很土。啊，就是许天琪，乡里边。你什么？我想到的是土味情话，所以呢，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。可以吗？知道了吗？你们谁先开始吧？接下来做土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不会吧！有点厉害，放心，给你了。土味妆，土味妆。然后我现在送你一个礼物，获得了土味妆，给我称号，好吧？来，哇，这是什么？橡皮泥。橡皮泥。我花五秒钟的时间叠一个你的形状，然后送给你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、一、五。好了，百变怪你知道吗？百变怪是吗？我说的宝可梦那个。哦，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我就希望你以后呢更加的多元化，更加的丰富。没事的时候呢也可以随便捏着玩。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你们了。正当许吉准备回家时，他耳边响起了那首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。是的。